好来，那接下来呢是由我们在最右手边一位非常可爱，现在是漂亮的啦。因为我们以前去日本的时候哈，他跟我一样都是19岁，那一样是归当金在高位。去年你吼，我穿一个，去年哦。去年在高嘞，去年19岁，今年18岁。那是安尼生的吗？对，那他非常的可爱，我们去日本的时候，我们那个日本的一个，我们那时候在 hotel 嘛，啊 hotel 里面一些工读生都会叫他，你是不是只有10岁？嘿呀，讲的是未成年，讲的是虐待童工啊嘞，对呀，啊，然后伊一个外号叫做吉米，就是一粒仔囝。迄、那个日本话叫吉米，啊，所以日本人拢会叫吉米酱。我们带来一首非常好听，这首歌老师特别敬的，叫做《明月千里寄相思》。谢谢，来掌声鼓励，欢迎我们的吉米酱，谢谢。是一首好听的童谣歌曲，所以今天也是要唱童谣歌曲哈。那个流浪的马车，相信马车，流浪的马车，马啊，不是火车啦，是流浪的牛车哦。阿霞，流浪的马车哈，我们欢迎医生。多扎鼻耶，对啊。那个原委哈，我们带来这首《流浪的马车》，来，来，再度掌声推上来，谢谢。Oh, my God.
谢谢，有没有刚刚做熟悉哈？这些歌哈，拢是做怀念的歌，啊，那是啊，阮郭老师较有法度甲伊谱写起来，互阮练习哦。郭老师今年已经85岁啊，系啊，啊，搁伫遮弹琴唱歌，互你听，安尼有感动无？来，掌声甲鼓励一下。一百当青年。伊咱徛遮久哦，拢袂走变数。系啊，最近吼，咱台南市政府吼，拢咧写一挂伊老师的一挂过伊较早唱过、歌词过，我都是伊的资料。啊，伫个咱咧历史博物馆遐嘛有看郭义南老师的资料伫遐吼，咱若有闲去遐，可能会看到，就是《台南进行曲》内底迄个馆，都有介绍郭义南过来。那么继续为咱老师给咱有准备的歌曲吼，这首歌嘛足经典，相信咱在座的人较早拢捌听过，叫做《好恋物的爱是的》，台语歌叫做《爱你入骨》。其实《爱你入骨》是咱青年、咱的少年的吼咧谈恋爱、谈恋爱的时阵咧讲的，讲爱你入骨。啊，若结婚了后，就无可能讲爱你入骨啦。啊，若结婚较久的，就会加一字，叫做《爱你入骨塔》。我是讲，玉婷妹妹，我们带来这首《爱你的骨》，无他，好，你们的爱是的，爱你的骨，谢谢，谢谢，为你带来。